자, 결입. 결해. 자제. 哎，在一处，甲咱同心，大家请安，大家好。啊，我叫潘良华哈。啊，若要记我的名真好记，住伫水边的番，哈。啊，我都原来原住民是边埔族的哈，戈壁地区的马卡道族。啊，所以我这生哈，水有水产，产顶管佫发米。哦，啊，这安尼就较好记啊。那么，今仔我来讲这个台湾主权地位，甲这个主体建国的模式的探讨。好、哦，那么这些资料拢参考咱秘书长坎何瑞言这个顾问所著作的《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这本册，啊，过来《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台湾最终的地位。第一册甲第二册，啊，甲咱即摆上新诶，吼，《新台湾论》，拢为者，吼，我甲浓缩了吼，就讲，我感觉需要大家较简明扼要了解，我就甲收集开吼。那么网站有咱台湾民政府诶官网，吼，啊，甲《自由时报》电子报诶网站，啊，搁台湾海外网，吼，为者落去参考诶，吼。好，啊，咱即摆因为时间宝贵啦，吼，啊，就为者开始来讲吼。那么我这个简报哈，就是要让咱大家知影讲，咱台湾近代有发生什么历史的事件，让咱的台湾的主权有什么地位的变化。哦，那么台湾目前法律的状态实际上是啥款？哦，那么咱台湾未来要主体建国有啥物可行的方案？哈，过来来清除咱这67年来迄个中国国民党甲咱。错误的教育，哈、哦，来掀开台湾各项法理的真相。哎、我再跟他做文乱来。来，啊，咱做伙来写台湾历史，吼、哦。咱昨听了秘书长讲的，咱台湾民政府已经美国叫咱会当改做。台湾政府哦，这足大的突破哈、哦。那么我对秘书长差不多6年半，我、哦、昨天了是不离欢迎，因为一路走来哈、哦，我那算跌跌撞撞哈、哦，我跌跌撞撞，啊，秘书长是无啦。好啦，啊，那么我今仔要讲的这目录哈，都第台湾主权地位现况，美军军事占领台湾的迹象跟法理依据。啊，主体建国的模式的探讨，台湾独立建国了后，爱负什么责任、甲义务，啊，有啥物风险？哈，啊，咱台湾民政府主体有啥物好处？啊，咱台湾即马即几年啊，拢咧讲入联甲反联，吼，来甲分拆，哈。好，头拄好自我介绍过啊，哈。对啊，啊，讲起来讲。我是安怎参加咱秘书长联合论述这个团队哈，啊来甲认同啊追随。其实我民进党创党，我就加入这个党啊，因为我伫民进党阿未创党进前，我都咧看迄个《美丽岛》杂志哈。以前有一个《美丽岛》杂志社，就是迄阵还阁党禁，所以袂当组党，所以爱成立一个。美丽岛杂志社这个政团呐，哈，啊，那么民众成立我就随加入，但迄阵要个风声鹤唳，哦，迄阵阿未戒严嘛，啊，所以真侪我好朋友咧甲劝，我判阿你是咧笑，阿你某囝是要嫁人去哦，因为迄阵国民党做个用奥波吼，你若小可无下伊个意，就伊就掠去。啊！但我迄阵都决心讲，啊，既然若对的，咱就应该爱加入，大家来共襄盛举。但是无疑，我讲呢，靠柯信良哈，啊，甲施明德做党主席，
啊，方向就错去啊。一个讲要跟人喝和解咖啡啦，啊，二十八个人抬三万的精英，也无跟咱回事的，啊，咱去热脸贴人家两屁股，我这我就做不落的。啊，柯信良讲要大胆西进啊，一寡资金技术拢要刷去中国去，吼、哦，啊，所以我阵对民进党失望。啊，拄好建国党拄啊有成立啊，我听到建国党，啊，这个名，这简单明了扼要，啊，就是咱台湾人目标嘛。哦，所以我就义不容辞的随加入落，吼、哦，我加入这个永久党员，开一万块，吼、哦。啊，但是民进党都用澳博，有哪讲？哇、哦，这建国党拢教授级的，拢师资辈，拢工程师啦，建筑师啦，哦。医书拢书，也有法书，哦，啊，所以这关水准的吼，民进党一般来讲是拢较普罗大众，啊，所以变成讲伊会惊，哦，啊，这个又起来，我民进党就保死个，保没落个，哦，啊，所以就用波，甲建国党消灭，吼，啊，这比如你较早咱捌讲过吼，啊，我即嘛，两，头建国党头两年多。开始消防就准无啥物活动啊，啊我准开始准得变我的经济啊，得捡我的树葡萄哈。啊我逐工拢爱开车为高雄市经过中正路、江五路、交叉港。讲本来迄有地下道，啊拄仔咧做决定煞崩诶，煞无法度行地下道，爱行电管。为电管看啊，看到一支美国旗啊，电管内底有一个台湾，我哦啊这毋着。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吼、哦！我逐工在过无感觉，我就即支啊，吼、哦！美国来台湾开分公司迄款，啊！有一工我就去阮爸爸摕迄个高血压药啊，啊！看报纸《自由时报》刊一地细啊地啊，啊！顶个毛只国旗啊呢，啊！佮有电台的频率，啊！佮讲后礼拜拜六。要伫高雄市目标演讲，吼、哦，我著电台听，这对哦，佮到现场去听秘书长演讲，吼、哦，规个心拢热起来，无本来火花伊安尼，硬伊安尼，迄天安尼吼，伊咧分作者即设计机啊，吼、哦，阮大家都啊会甲欢喜甲就对啊，讲啊台湾找到一条路啊，因为我伫民进党伫建国党所有个只疑问无法度得到解答，拢伫秘书长遐得到解答。哦、所以我足兴奋的，足欢喜的。所以为迄阵，就发烧，烧到即嘛，要做39度，还袂退。哎，好、哦。那么那对的，就敢若讲，咱去共分享，讲好啊，对一间牛肉面做好食，该我给你报。咱来用这个心态、心情来共介绍台湾民众这个赞的，这台湾存这条路呢，吼、哦，大家做伙来拍拼，吼、哦。进入主题了哈，好来，台湾的主权的状况的演变，为这个开始哈。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高尾切吉、麦克阿瑟将军发布一般命令的第一号，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兵的受降，啊，甲因缴械，哈。啊，占领台湾，这是代理占领哈。OK， 1949年年底，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因国共内战拍输，但伊拍输走赢嘞，伊阁走到为台湾来哈。但是因这个是武装难民，非法的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好，你若进前这个用伊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这个要阁合法，因为有这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但是这个也无法令叫伊会当来遮。哦，当初美国是甲讲，你要撤退，你会当撤退广州，还是撤退海南岛？但是伊知影讲，广州迄边咪得过许阿强啊消灭去啊。啊，海南岛离一个迄个小海峡吼，迄一千多万过来，台湾海峡百几海里吼，伊要走过来无遐简单，嘛无迄阵嘛无啥物大只船会当运输，哦，所以伊阵。选
台湾安尼吼，走来台湾。那么2002年10月20日，咱秘书长吼带218人去告控告美国这个案件，美国的华府的联邦地方法院伫3月18日，2008年3月18日有判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吼，但是伊讲。啊，我的职权到这呢，我会当判的呢，你会当去上诉。那么咱个啊，啊，今嘛在讲这个台湾人，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讲，1945年8月15日迄个时间点，啊，就头拄啊讲迄个麦克阿瑟将军的一号命令发布讲，原日本台湾人的国籍的这个台湾人哈，啊，甲伊的后代，因为迄阵中国人拢还袂来，哈。遐难民也拢阿袂来，所以迄个时间点，住伫台湾，包括伊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哈。啊，2009年4月7日，美国联邦的高等法院判决，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哈，啊，佮台湾人也佮活伫政治的联邦当中，哈，啊，即复习一下哈。那么到2009年7月7日，联邦的最高法院受理咱的佮上诉嘛，哈。啊，这是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伫第二次世界战后头一届向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因咱是日本甲台湾是由美国征服者哈，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依照战争法、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甲美国的宪法所提出的告诉哈，但是到最高法院吼后壁提无落安尼。啊，美国这个国务院哈，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伊美国国务院怎样讲？到最高法院一定爱宣判哈，最终的审判。啊，那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公部拢还袂准备好，迄个判了到底，美国会措手不及。所以，伊阵赶紧放弃抗辩权，好啊，来指导咱台湾民政府。好，啊，这放弃抗辩权的说明就讲。咱这个美国是逼格嘛哈，伊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林志兴啊，代表者。伫跟原告对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叙述以及法理的见解，全属正确啊。国务院全部确认啊，所以一定拢认为咱讲的拢对吧？啊，伊也不爱搁辩论啦，因为搁愈辩吼，伊一寡愈龌龊的。代志，空啊旁，愈歹看啊！来，啊，2009年10月7日，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搁置本案待审。哦，法院，美国法院，甲行政部门、甲司法部门，虽然伊是三权分立，但是伊嘛是美国人，伊嘛是会为着伊的利益，所以伊先甲搁置本案。我那咧等美国政府行政部门，伊那拢准备好势。哦，你有感觉？哎，那系这几年啊，美国伫亚洲、伫太平洋这边一直咧演习，伊就是咧练习讲，家己的拳头要爱去训练落较用咧。那迄天时间到啊，要献牌，最终摊牌时，阿强啊，你要拍无要紧，我拢准备好啊，鸡翅拢穿好啊，吼。好，啊，这有讲。说明啦，联邦法院就讲，你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诸多刑事哈不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啊，美国政府要依法正确行事，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来做代志。因为美国伊拢用模糊政策，伊为着伊的美国本身的利益，他。隐藏的旧金山合约，伊点到上面叔叔行啊，伊个另外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管控台湾，哈，啊，这是便宜形式哈，啊，咱要求讲，咱的要求嘛是讲，爱依照和平条约哈，旧金山合约来做，啊，你这样哈，伫咱秘书长控美案中间，比格律师哈，到国务院派出来这个 Patterson 哈，伊伫联邦法院有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的主权，因为咱家己人拢认为讲，咱的主权伫美国的手里。
啊，其实这个主权，咱今麦在咧讲的是法理上的主权了，哈、哦。啊，虽然伊来讲，啊，其实上美国拥有什么权利？管辖治理权、管辖权呐、啊，好、哦，就是讲美国虽然占领这个所在，啊，这个你甲看作讲一个抵押品。就跟他讲，咱一个土地，咱去甲银行借钱，所有权证是抵押伫银行手里，但是抵押银行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哈、哦。啊，咱地主啊、哦，只是跟他放弃啊、哦，譬如那租人啦、啊，那租人这块地就是放弃地上的管理权。甲你做迄个人，伊要带电管，要种山啊，要种啥物水果，就在迄个人啊，吼、哦，讲这個意思 ，OK。好，那么咱台湾伫1945年四月七，日本的天皇下诏书，在日本帝国的宪法施行于台湾，吼、哦，这个施行的，咱台湾人都有啥物权利呢？吼、哦，都有这个参政权甲参战权。啊，其实伫1937年开始。日本就在台湾实施皇民化，哦，内地一统。所以皇民化就是讲，你改日本的姓名，啊，穿日本的衫裤，啊，生活习惯学日本，哦，啊，就学甲要学看日本的巨大岛因的生活方式同款，哈、哦，就是内地一统啊、哦。但是1945年四月七开始，因为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实施了，伊就一定在台湾征兵。啊，这算一个主权的象征。啊嘛，因为咱已经有效忠的对象啊，吼、哦，伊甲咱征兵，就是咱来向天皇效忠，吼、哦。啊，咱这个参政权就是一定派五个众议员、三个参议员，一定去日本的国会参与国政，吼、哦。这个叫参政权，哈、哦。OK， 四月七开始，台湾依法的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跟清帝国对辽东半岛所拥有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迄个精神同款。因为马关条约本来原来把辽东半岛挂好日本天皇，但是因为这违反国际法，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未当去割让，所以变成要签一个辽然返还协定，搁把辽东半岛搁向我大清帝国。但是如果不能割地，就要赔款，所以清朝阁开那3000万纽银，还阁赔偿予日本政府哈，日本天皇。后来，其实蒋介石伊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啊，这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啊，因为美国是整个盟军的哦统帅哈，麦克阿瑟。那么。中华民国这个蒋介石，伊只是中国战区的统帅，啊，所以伊要听命盟军的统帅，所以伊个唔爱用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用命令表示位阶有差，哦，好，啊，再来那，究竟那位朝你前迄个打工吼，迄、哦那个杜鲁斯坎吉田茂，这个较早日本的外交部长吼。哦哎，因那个会谈的记录来对有啊 ，OK。好，啊，咱来看讲是安怎，日本东京内底靖国神社要搁供奉39100个咱台湾的英灵，而且英灵就是伫南太平洋战争，也是国用以前替日本天皇所建祀的，哈、哦，为国家祀的这些人，拢要供奉伫这个靖国神社。那么韩国。也有很多韩国人替日本天皇建祀的，原地是供奉在这个靖国神社，但是因韩国独立建国了，人因把因这的韩国裔、韩裔的灵魂拢请回来，现在咱无法都请回来，啊，咱都要个日本天皇的管辖地啊，直至迄个管辖权被美国悬置，哈、哦，所以代表讲咱要个跟日本天皇要有关系，啊，所以这引领。要搁下伫日本的靖国神社哈，好、啊，即是咱去年去85个去靖国神社，甲咱的台湾英灵祭拜哦的照片，啊，今年原来搁有啦哈、啊，我也袂甲加起哩。OK， 好来，
中华民国国民党甲咱改的历史，伊拢甲咱简单讲五马关条约，啊，拢无互咱看内容，对不对？咱甲咱讲有一个马关条约，日本，嘛啊，这个其实马关条约所讲的内容也前言上重啊，这个啦，大清帝国大亨第八下，以及大日本帝国大亨第八下为订立合约。以两国的人民中修和平，共享幸福，度过将来争端哈。这个重点就是讲，是皇帝对皇帝，哈、哦，这作边壳的。啊，过来，皇帝无可能亲身出面嘛，所以有代理人。所以清帝国是委派这个李鸿章，啊，大日本帝国是派这个伊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好、哦，因代表出来签这个合约。阿妈关条约内文的第二款是讲，大清帝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哦，并将该地方所有的堡垒、军器、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注意这点，永远哦，都拼无体型的啊，哦。啊，第二项内底，第二款第二项内底就有讲是台湾全岛。以及所附属各岛屿，包括南苏啦、哈、啊、小琉球啦、哈、绿岛的、哈。啊，第三就讲澎湖列岛，啊，澎湖列岛有加经纬度，直接经纬度之间的诸岛屿，哈、啊。来，按马关条约第三款，前款所在联合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现在疆界得要派两双方要各派两个官员以上。共同划定疆界，啊，就地踏勘确定划界，欸，这国家对国家的土地的转让，咱私人买卖土地，要办过户进程，就要来更改，就要定迄个界标，哦，私人土地、小土地，无论你是几里地、几分地，还是几家地，都拢要安尼做，何况是一个这么大片，哦，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我当然都要嘛，要就地踏勘，确定划界，敢改敢好势哈。好，啊，这里马关条第五款佫讲，本约批准互换以后，含两年之内，好，啊，你若清朝的子民，你若不爱住这所在，好就不能管。两年啊，你会当变卖所有的家产哈，啊，签退出界外，就是离开这个所在哈。但是满两年以后，若无迁徙，着以视为日本臣民。啊，就是讲你要做日本的臣民啊，哈。迄阵是要视为哦，还没有正式哈。OK。啊，你看，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1945年10月2日来，隔年1月12日，就用行政命令，把咱所有。台湾本土台湾人的国籍拢变成中华民国国籍，啊，这是非法的。而且伊也伊无台湾的主权，啊，佫也无予咱选择权，咱无选择余地，就规拢又变成中华民国国民，哈、哦。好，啊，咱来看有关台湾地位、国际条约、法律、佮宣言伊的位阶来比较，啊、哦。马关条约佮旧金山合约，这拢属国际合约。即国家甲对国家，啊，即嘛国家对国家，而且即有51个国家签署，48个国家应该即个签署合约上登因个国会有批准，啊，有诶三有其中有三个国家无批准哈。OK， 过来就是较低层次诶，台北合约，吼、哦，啊，台北合约是伫1952年旧金山合约生效，吼、哦，4月2日生效迄天了，较签台北合约。啊、所以伊是用旧金山合约做伊个母约，但是这个合约已经伫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已经建交了，就失效呀，哈、哦。所以台北合约即马佫提出来讲，迄无效。OK， 啊，过来就佫较低层次，美国台湾关系法。那么美国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是美国伊家己伫国内。经过参众议院、哦、高票通过，所以拟定的哈、哦 okay。
啊，过来佫较弱的，佫较低阶层的是开罗谎言，伊拢讲宣言，啊，其实这是谎言，骗人的哈。迄是只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哈，啊，无人签字哈。OK， 啊，所以为遮来看，相互关系就是这两个，这国际条约，啊，这个马关条约，日本甲不台湾甲澎湖永永远远割让予日本天皇啊。啊，来到遮旧金山河约是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地上权了，所有权证还佫日本天皇的，吼、哦，迄、那个所有权证名还佫日本天皇的。好，安尼来看，咱就较了解啊，哈、哦、，OK。好，啊，所以咱来做一个小台湾真实的地位，就是日本天皇所属、日属、美国军队来占领，哦，所以美国军事占领，只是流亡中华民国的代理，哈、哦。OK， 好来，啊，咱即马定来讲，咱咧讲讲，咱即马台湾还佮美国军事占领，佮一个人佮你。吐槽讲，那有啊，我也无看到美军，哦、所以我今仔日就咱就照讲美国军事占领，伊有啥物法理依据，啊，甲这迹象，吼、哦，啊，你这你甲记起，人哪咧讲，你甲举例好听，互伊了解一下。Okay? 第一，咱今仔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这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因拟定，伫1945年8月10日，由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1945年的9月7日，对日本的受降日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代代日军的投降。哈、哦、，OK， 啊，这个足明显的哈、哦，命令哈、哦，啊，上较大知影哈，上是头家就知影哈、哦。OK， 美国是日本包括台湾的征服者。伊有权利来分配盟军的占领区，啊，比如讲像迄阵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吼、哦，南朝鲜，就是向美军投降；啊，38度以北，就向苏联的远东军的总司令来投降。啊你注意看，像越南，北纬16度以南，是向英国、吼、哦、啊，甲澳洲的这个盟军因来投降，拢有国家名做头前，都独独台湾吼，伊、哦、是叫蒋介石元帅的部队，无中华民国名哦。你注意啊，这点，这可能美国就想讲，以后战后一定是国共内战啊，到底上要赢，要唔知啊，所以不爱用国家的名好记哩。吼、哦，你看伊个人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哦 OK 啊、所以是美国是征服者，所以他可以分配盟军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是他在分配、哦、好、啊、我们再来看旧金山合约的内容、哦、这是4月7日生效，是前一年9月7日就签署了、啊、到隔年的4月7日才生效、哦、第二条美日本放弃台湾跟澎湖、哦啊，这个独地人拢就是讲放弃了后，就咱台湾人的这错误，哈、哦，因为这个土地要有主人，不是无主的哈、哦。第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当然包括台湾嘛是，美国是咱的主要占领全国。OK。哎呦，好，咱这边来看台湾关系法，1979年的4月7日订立，追溯到1979年的1月7日生效。好、哦，那么这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啊，美国是依据啥？依据旧金山合约，依靠这个权利甲义务来订立。哦，咱唔捌听过讲英国还是法国有台湾关系法。过来，台湾关系法内底第二条 B 之六甲 C 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甲人权、甲经济制度的稳定。这是伊内底对台湾看起敢那足好的这个一个条文。但是咱要注意，
伊即个保护台湾人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你住伫顶管台湾这个土地顶管呢，拢受美国台湾管理法所保护。我安尼说保护，连中华民国遐难民嘛保护着。啊，所以咱一直要求讲，咱来登一个旧金山合约，是干呐保护着咱本土的台湾人，吼，啊，因中国人，这以后爱甲遣送回金门马祖，吼。啊，这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权利甲义务。因为你既然刚占领，你就要保护这块土地，袂使搁别个国家，啊，譬如讲阿强啊。来甲咱攻打，甲咱退去吼。哦 okay. 啊，你甲想，你看1996年的台海危机，就是迄阵李登辉跟彭明敏咧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阿强啊，迄阵李登辉咧讲两国论，阿强啊气屁面，就讲要刺下飞弹，哦，下迄个吉隆外海甲高雄港外海。啊，美国伊情报虽。得到这個消息，就随派两架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来接护台湾。啊，你个认为因是食饱伤闲啊，还是出来援助的？会遐开足侪钱啊，吼！啊，其实这就是，这是美国克林顿依照台湾关系法有权派兵，吼，就头拄仔讲的，保护台湾的人民安全、财产，吼，啊，加这个经济制度稳定，吼，这是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所以伊要派兵来稳固军心，吼。万一啊，阿强啊，真正拍啦，美国的航空母舰就会当甲伊对抗吼。好，啊，咱今物来看，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6项保证。哦，这是拄啊，迄阵美国跟阿强啊要签这个8.17公报进程。啊，迄个时阵还未将进程，中华民国情报单位啊得到消息，讲美国要去跟阿强啊签3个公报。足惊，迄阵蒋介石足惊讲台湾迄个美国甲出卖，所以要求美国政府那边爱提出保证。哦啊，迄阵人心惶惶，哦，足侪好野人，哦，都一直咧办移民，哦，人心惶惶。啊，所以雷根为着要稳定台湾这边的军民之心，所以用这个6项保证。由迄阵呢，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李杰明去到。中华民国迄个总统府哈，刘鹏总统府呀，宣读6项保证啊，提出来宣读了，拒绝个修改，无留白纸黑字，哈，佮退等。啊，所以以后所讲的这个6项保证，中华民国所讲的，拢是迄阵前夫，迄阵伊伫边啊听，吼，啊做笔记下落来。所以咱真足侪人定来甲咱质疑讲，啊，恁台湾民政府拢讲有咧跟美国咧来往，有咧啥物代志拢美国咧甲你指导，啊，敢有啥物白纸黑字？我甲你讲啦，美国若无伫必要时阵，无伫需要显摆进程，拢伫台面下咧运作，吼 ，under table。哦，所以包括咱若定看电影，美国的情报单位来派人要去国外要处理啥物代志，拢嘛甲迄个。行动的人员讲，这个命令，那万一你任务失败，向掠去，吼、哦，啊，我无要承认有这件代志，拢是安尼讲，吼、哦。这个6项保证来，咱看第一项，美国无意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子，吼、哦。第二个。美国未对台湾的军售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协商。第三，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第五，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第六，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予台湾人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的对吧？吼、哦，啊，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好、哦，这是美国雷根对中华民国对台的保证了哈、哦。啊，你敢捌听过讲
有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啥物保证，还是啥物承诺？无嘛吼。过来，台湾毋是一个国家，这是伫2004年10月24日前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伊所讲的，伊去北京访问，啊记者甲问台湾甲中国到底是啥物关系，是啥物地位？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哦，咱足侪拢甲台湾的人民主权，甲当作台湾的国家主权，哦，这错误的哈。拢定就讲啊，日本放弃啊，就咱台湾人的哈。好，台湾是美国的境外的国内，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境外的国内，境外就敢那国外。但是伊个设立的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咧管这个境外，啊，这个大家好啊体会啦吼。香港甲你讲，你可能体会袂出来。境外啊，境外的国外，咱若要出国，咱讲出境，对不对？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即马是由台湾的地理当局代理中，以前叫做中华民国，啊。1979年1月初，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了。即马袂使讲中华民国啊，吼！日本迄落美国的国务院有发文予伊所有的驻外使馆单位，以后拢袂使伫公文上用中华民国，爱讲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吼，台湾 authority 哈。那么，伊个规定所有的。正式的迄个美国官员拢袂使伫正式场合来见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官员，哈，也袂使看面伫公共场合作为翕相，哈。好，啊，其实美国是一个长进人呐，咱台湾地理当局所选的总统，比如两蒋啦，啊，李登辉阿扁啊，卖拢爱看美国的目色，哈。台湾不，美国对台湾拢说三道四。什么代志拢美国说了才算，哈、啊！你看2000年5月20日，阿扁啊选到总统要就职，阿扁啊所讲的四不一没有，这是受到美国的操控甲指导。我迄阵2000年，咱台湾阿扁啊去选到总统，咱陆军呢，咱独派，哦，我拢嘛欢喜噶，哦，讲台湾人出头天啊，啊，这八年敢有出头天？往下沉沦呢。迄阵伊要就一个文告吼，阮就足期待。哦，咱拢等伊咧要讲哇，啊，甲你讲者四不一没吼，阮只独派拢倒向个，足失望个。啊，四不一没有讲啥？第一，无要宣布台湾独立。迄阵所有独派吼，建国派也好，大家拢嘛。希望阿扁也讲，你若去做总统吼，台湾会当赶紧建国、赶紧独立。结果伊甲你宣布讲，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一，第二个，两国论不入宪。李登辉所讲的，一边一国，好不好？啊，过来，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个，无要变更国号。第五个。没有废除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啊，多少这四不一没有，都不，啊，这棒槌的总统啊，哦，全世界靠一个总统起来讲，人别个国家起来总统讲，啊，我起来要做啥做啥做啥，要让咱所有国家的人民，大家拢幸福快乐，拄啊，刚才这个起来讲，啊，我无要做这個，啊，无要做那個，啊，无算你要撞他。啊，所以这互咱足失望的哈。啊，这就是因为美国伫后壁咧操控。你做着中华民国迄个流亡总统，你才发现讲，我顶过有一个头家，哈。我来过来看这美国贺电的意义。哦，这张秘书长也讲，哈，所有的当选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拢爱接到美国的贺电。啊，这拄啊，敢那像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就来招迄个命令。一脉相承，赶快，讲艺术。
你会记2004年3月20日，阿扁啊当选，迄阵赵青嘛吼，拿赢霸占凯道，啊，另外咧等待美方白宫的贺电，迄个心情，哦，你大家应该要记忆犹新啦吼。哦，迄个时机我嘛不哩紧张，因为呐，迄个贺电无来，你这個总统做袂成咧。我拖要几礼拜，要阿扁啊，我挡袂了。阿扁迄阵看迄个下心，有一个迄个拉丁裔的迄个查某的，叫做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安尼三餐也无，吼、哦，就甲讲啊，你是毋是想替我去甲白宫讨贺电？这个写信我呐，作对了我呐，就去问白宫。白宫甲讲，你只要恁中华民国流亡的这个中选会，把迄个当选的证明书甲打起来，半点钟来贺电睡觉。啊有影吼，啊就要打，啊真正男女就对抗，就伫遐扭扭捏捏，但是嘛只好打起来，翕相机啪啪啪翕来，随传登去美国，贺电半点钟来就到啊。啊！但迄个随风拆落来，啊！你即马就会当看讲，这个当选证明书是美国咧发的，吼、哦！这个贺电就是当选证明书，唔是中专会打迄张啦，吼、哦！迄只是一个过程咧，吼、哦！好啦，咱即马来看 AIT 内湖这个新冠，吼、哦！这个新冠占地20000坪，差不多7家地啦，吼、哦！花费1亿5000万美金，这是过去预算啦，今麦已经超过啊，好、哦，因为一直咧追加设备，这听会当防核弹的攻击，好、哦，伊个地下碉堡会当防核弹攻击。啊，过来，伊个周期是99年，佮加99年，啊，这头要研究啊，哦，到尾200年，啊，要进驻800海军陆战队队员，啊，这根本是一个新的总督府的架势，哈、哦，拄啊像较早。日本来台湾，好，1895年来台湾了，因开始计划落去起这个新的总督府，哈、哦，就即卖流亡中华民国总统府，哈、哦，啊，其实这是一个东亚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呐，伊所有的设备材料拢为美国运来，啊，核心内部遐个建筑拢总是美国的工程师工人咧施工。咱台湾的工人，干那哩帮伊起外围围墙呢？吼、哦。来，咱来看防御性公投。阿扁也伫2004年1月16日宣布要举行防御性公投，随后美国动。哈、哦。啊，因为伊个公投内容，首先爱上哦美方公墓。迄阵的防御性公投哈，美国找无理由通个甲动啊，因为这个题目。要防御台湾，这套有啥唔对？所以美国好，啊，无你甲你要公投的内容上来我看卖。哎，我美方公，啊，奇怪，啊，那免给英国还是法国，还是俄罗斯看，独独得爱给美国看，啊，表示美国开始投机嘛，哈。好，啊，蒋介石你甲注意看，伊伫重要的庆典会议就职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讲，伊干那只是代理美国军事政府来占领台湾，吼、哦。恁敢捌看蒋介石穿西装？应该唔捌嘛，吼、哦。我找图啊，找足久网络搜，开搜着讲，伊出国访问去韩国去见迄个李承晚，吼、哦，伊就穿西装。啊，佫去菲律宾见菲律宾的总统，我那穿西装。因为伊知影讲，伊出台湾这个所在，伊都唔是即个即个军事总督啊，哈。好啦，咱即摆来看自己的对比哈。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啊，佮有美国的苏比克湾的海军基地，啊，啊，过来琉球有加索纳空军基地，有普天间基地。古巴有关塔那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港的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甲看，
这个基地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军事基地会使随便带人个国家设吗？其实表示这个国家拢是美国占领的国家，拢曾经被美国占领过。古巴是尾啊，美国放回独立建国，哈、哦。那么菲律宾嘛是啊，菲律宾美国跟西班牙战争，西班牙建输了，割让波多黎各、古巴、菲律宾甲关岛，啊，所以美国嘛占领菲律宾，一直占领到1946年，在美国的帮助之下，1946年的7月7日。和因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在美国的主导下，啊，你注意啊，看，迄个7月7日，含咱台湾民政府，吼、哦，2010年7月7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设立这个办事处，吼、哦，这个意义恁家联想看卖。所以菲律宾的国庆日含美国是共的哈、哦。OK， 来看这个委任占领授权书哈。哦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一月七，美国跟流亡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美国国会随制定《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其实，伊的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好、哦，因为既然袂再阁用中华民国，变台湾治理当局。好、哦、啊。台湾关系来对，台湾关系法来对说下，台湾治理当局就是 ROC 的后续哈、哦。但是伊个台湾治理当局一个用复数哦，任何接替的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会当归来，咱即马就起来，咱准备要接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哦。你只要是合法，合乎美国的利益，美国拢会给你支持哈。哦啊，即款就是中华民国袂使阁摕这个骂骨出来，这个名袂使用啊，所以改称台湾治理当局。啊，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目前继续咧统治台湾哈、哦。你个李登辉也阿扁也好，迄嘛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伊毋是台湾总统哦，大家根本统唔到的哈、哦。台湾目前也无总统，因为台湾也毋是国家哈、哦，所以无法度选台湾总统。即摆选的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来，啊，咱就来看，2006年12月10日，林志升秘书长控告美国的这个案件，这个意涵，吼、哦，这228控在这个哥伦比亚特区这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政府，啊，这个、意涵是啥？哦，伊这个标题是以台湾国际地位甲台湾人权保护做诉求，啊，这也暗号，啊、哦。这个暗号就是讲，美国的地缘法院有甲咱收惊，敢若收惊，咱就赢一半，就是咱方向对啊。如果美国若无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司法这方面，若无管辖治理权，伊哪会敢甲你收惊？啊，无咱他无，咱来英国甲过看卖，看英国法院要甲你收惊无？好、哦，有只来咱看来讲，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OK， 好，啊，你来看，台湾有难，美军就来驰援。2009年的贝尔切贝莫拉克风灾，好吧？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不接受外国的救援，伊讲钱来就好啊，人唔免来啊。你看有遮爱钱吼？佮、哦、有意思要予中国的解放军借这个机会要入来台湾，你知道？美国不是省油的灯，伊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收集情报，伊随知影，随通报美国，美国国防部随宣布，你台湾人的灾难，我美国要去甲你救灾，啊恁中华民国扛我的对口台湾，扛我美国对口单位是国防部，我国防部，欸，奇怪，美国若要对国外救灾。国际救难有一个美国国际救难总署，有这个单位，因是民间的单位，伊出面咧处理这国际事务的救灾工作，
啊，那即个是军方出兵，国防部出兵。哦，国防部的水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哦，伊用一只大型的迄个运输母舰，哈、哦，顶悬会当载大型的直升机，佮有怪兽，哦，鹿头机，哦，停伫迄个台湾海峡迄个外海，啊，直升机佮甲怪兽吊入来，佮为琉球的空军基地 C-130 的大型的运输 C-130 的运输机，上一挂迄个救援物资，伫台南机场降落，哈、哦，哦，这就是。为者印证，美国也阁是旧金山合约二十三条，台湾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哦，主要占领全国。啊，你甲想，军机敢会当随便出入他国的领土甲领空？大概三个月前，叙利亚，哦，伊个外海有土耳其的军机疑似侵入领空，疑似呢，都是有叙利亚迄个防空。诶，这个飞弹甲拍落来，啊！你甲看，这美国军机安尼随时拢会当侵蒙打好你吧？自由表示，这块地伊咧管的，包括军事设施，吼、哦，拢是伊咧管的。啊，今年算旧年了哈，旧、哦、年的五月二十，马英九要就职嘛哈，迄、哦那个波，迄、那个美国的军机再次降落台湾。这是因的军用的行政专机啦，啊，载什么人？伊迄个美国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叫罗斯雷廷啦，一个共和党籍的，率领国会议员团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的登基典礼。其实即马这个，迄个台湾地理当局，迄台湾总统总统府来改做。台湾治理当局，伊底下做局长，啊，真趣味呢。伊要来甲祝贺，啊，迄、那个就职典礼会知啊呢？啊，你注意看，伊是下晡才来呢，有够无诚意啊吼！啊，伊就根本甲马英九看做细汉的嘛，无靠人讲要来讲祝贺就职典礼，下早的典礼甲下晡才来，吼、哦。好，啊，你咱就来看。今年三一日本核灾，哈、哦，福岛这个核电厂崩的哈、哦，美国在三月十八撤侨来台，啊，上台经撤侨是三月十六，中国就先撤侨回国，那中国人上惊死的，哈、哦，啊，因等于中国，哈、哦，啊，法国撤侨回欧洲，因的领土，啊，有一部分是韩国，哈、哦，啊，你甲注意看，美国在台协会 AIT。伊伫桃园个国际机场设海关，设家己海关。哦，你看为什么美国官员能驻扎在日本台湾的桃园出入境海空关口？美国个 AIT 咧审查因个国民个这个证件，哈、哦。啊，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奇怪呢。海关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行使，哈、哦。你国外人要来我台湾佚佗，你爱证件伫东，吼、哦，若爱签证是爱阮当地的领事馆还是大使馆申请签证后，你要较提迄个证件，包括你的 passport 来到我的海关，我甲你验，啊，即阮已经互你签证入来，好，证件拢人对到 ，OK， 会当入去。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原来因。中华民国爱靠边站，啊，和 AIT 佫前几天宣布停止所有签证业务，因的人拢调来海关，好、哦。为者我来顶看到讲，美国军事占领全国是头家啦，哈、哦。啊，是美国无要就近撤侨，以美属关岛还是夏威夷，啊，家己来到家己 AIT 禁止哦，唔免跟中华民国政府参详。禁止到桃园国际机场自设海关，好、哦。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合约》第二十三条 A 款，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了、哦、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哦，台湾国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
啊，这个美国国内法是美国进行订立并实施，伊拢无含咱台湾人参详哦。伊伫美国的家己想想的法条写在参众议院通过，啊，就实施安尼，啊，免甲咱台湾人参详嘞。而且因为美国是占领方，台湾是被占领方上下位阶关系，哈。一个头家啊，一个新罗啦，哈。啊，这个美国为何能够制式海关？海关是国家行使的象征。日本政府海关欲握有啊，注意哦，握有是非拥有台湾主权之美国，无权对上司执行管辖权。啊，这是当然，这个握有，你就我用一个例啦，比如咱伫街头看人男女朋友手牵手，迄叫做握有，但是握有不代表拥有。人迄个要嫁人，还是要甲伊娶无，也毋知影吼。只是握有，不代表拥有哈。这就讲到，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狗无权审查主人。咱若要回去咱家己厝，咱到咱的门口是毋是锁匙夹咧？拍开就要入去啊。敢得去问迄只狗仔讲：“欸，狗狗啊，我要入去，敢买我入去？”毋免嘛哈，讲这意思。头家就是头家，头家有自主权哈，要做啥就做啥哈，以头家意思为意思。好，咱来看第二十个，2008年玉山四号政经并推哈，就阿扁啊特别下级嘛，伊就马英九拄啊选到总统哈，阿扁也有邀请伊，但是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的处长杨淑丽跟美军的官员，伊坐迄个银豹的装甲车吼，入去横山指挥所观察。欸，横山指挥所是咱的足 top 的这个，上 top 的指挥所呢。美国的军官、官员会当入去，啊，那其他国家无甲邀请入去，表示讲咱要演习，爱有头家看，爱。因我头家看嘛，吼、哦。南海这个太平岛哈、哦，中华民国的这个流亡立委超低调赴南海太平岛宣示主权，竟然要宣示主权，无记者是随行啊。啊，哥是前一暗都偷偷摸摸走去屏东机场，先伫遐待一暝，透早安尼暗飕飕就飞出去，惊红头看到。讲安尼，我这边要宣示主权。啊，而且了，邓海公要求海军陆战队要重返，因为较早是海军陆战队咧伫遐驻扎，尾啊，咱海巡署成立了，就改海巡署派去伫遐咧驻守，爱兵力较足。啊，以前海军陆战队有用海虫速飞弹射伫遐，啊，海军陆战队撤退了，遐海虫速飞弹拢撤顿啊。啊，即摆要求讲，爱个。重新恢复装置海虫速飞弹，迄个 AIT 甲反对的作罢。AIT 是啥物单位？只是一个民间单位呢，一定当中华民国国防部讲，你袂使阁甲飞弹撒伫个迄个太平岛。好、哦，过来，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的各式军事武器。哦，你来看这個。去年的这个汉光28号演习，你来看这舰车，这 logo 拢无呀，这本来拢要依稀可见啦哈，拢变美国拢个叫拢来糊掉。哦，你来看，这嘛是这种糊掉呀，这种糊掉。我、啊、这个 logo 嘛糊掉呀哈。啊，这是美国呐，美国讲国务院伊跟你讲的恐怖组织的三要件，第一个唔是国家。第一个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啊，你甲注意看，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个伊斯兰教义、诶回教的教义，用圣战迄个组织迄个思想改造吼，来甲你叫你来替伊做兵。啊，这个恐怖分子的三要件，哇！啊、中华民国拄啊下下，中华民国唔是国家。哦，中华民国阁有武器，阁是你美国卖伊的。啊，迄阵越战结束，拢有诶拢俗俗卖，啊，战车一只一块美金，吼、
啊，伫咱即个所在，佮叫咱去做兵，我就是拄啊和副恐怖组织三条件，咱秘书长就甲美国抗议，讲你若无处理吼，要佮佮你过。我美国总官员头拄啊叫因讲，啊，你若中华民国的武器遐 logo 拢呼呼掉。好，第二四个，二十四个，台湾朋友，台澎金马加入 WTO 是美国来协助，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来加入的。啊，独立分离关税领域什么意思？就是军事占领的白号啦，吼，的白层。OK， 过来，啊，边啊要下令以前有刺杀飞弹，随引起美国的关切。啊！这周刊报道，前总统阿扁啊，伫下令前一两个月，捌下令刺杀一粒的中程飞弹，但随引起美国关切。美国的国务院的一个官员特别为了这个代志来国防部查证，吼、哦！啊！你查证的是，迄阵的国防部长是蔡明宪，伊讲美方对台湾刺杀飞弹感到关切，哦，国务院资深官员。隔一个礼拜就招来伊个办公室，问伊有刺杀飞弹无？啊，这个蔡明宪讲有啦，敢那刺杀还袂正式生产，但是蔡明宪甲保证讲，台湾的飞弹敢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得爱去甲美国保证呢。啊，我这是咧防卫，吼、哦。啊，那有一个国家要发展什么武器，美国安尼遮关切，安尼说三道四的，吼、哦。OK。啊，这来第二十六，受美国管制甲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第二，伊甲你管制讲你的飞弹的射程，你所要研究的迄个防空飞弹还是地对地飞弹，你要射往，拢受美国管制哦。哦，像韩国顶个月美国卡答应讲会。伊原底飞弹的距离，敢来顶300公里，啊！美国即届已经答应伊会顶做到800公里，吼、哦。啊，过来，韩这核武研制，吼、哦，韩国、日本、台湾拢袂使做核武的研制，但是蒋经国伊嘴讲无要借着核武器，私下伫中山科学院。一组人专门拢咧研究原子弹的发展，伫特别成功的时阵，其实美国早就安插 CIA 的人伫内底啊，哦，迄个名叫做张义宪，还是张先义，我袂记啊哈。迄、哦那个伊随个收集一挂确切资料，吼、哦，伫美国安排下准飞去美国，啊，所以美国就随派人来。加清大啦，啊，加中山科学研究院遐个中科院遐个核设施的研究设施，该拆的拆，该查封的，甲你用封条封起来，该用暗门头空起来，甲你空起来。诶，啊，无伊美国那么去甲北韩的核设施甲拆拆，他不爱去甲伊朗的设施甲拆拆，独独就是因为台湾是个占领区吼，伊靠这个权力。好来，啊个暂时的军事指挥权，韩国部队的司令官虽然是韩国人哦，副司令官是美国人，啊，这是平常拢听韩国的指挥官的指挥，但是到战争的时阵呢，爱听副指挥官的啊，换美军去来领导啊，哦，这叫做军事的暂时指挥权。哎，代表什么意思？当初蒋介石在台湾迄阵，美国原来要用这波，但是蒋介石无同意，啊，所以蒋介石只好爱家己开钱，甲美国买武器，哈，啊，佮带咱台湾只征兵 ，OK， 好。啊，咱即马头拄讲26个，啊，咱来晓得，啊，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法行事的，哈。美国总统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因为总统是行政权，其他这两个吼、哦，国会这个是跟法院会当甲监督啊、哦。
美国总统唔敢违法，违法原来会用弹劾哈。啊，国际社会拢知影台湾的军事的地位，啊，干那咱台湾人许蒙在鼓里，吼、哦，人当局者迷啦哈。咱对头都要看一下种种的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咧管辖台湾，哈、哦。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中。其实美军即马真个是重要所在，雷达站、吼、哦、监听站、吼、哦、啊，青年港的空军基地，因真济，因是无只是无穿军服尔，伊是穿便服的军人，所以你感觉敢若讲看袂到美军。OK， 啊，其实头拄仔遐讲诶，咱该回想诶，后壁一定有一个大头家伫后壁咧操纵嘛，吼、哦。啊，所以你若有足侪人咧讲，啊，我也无看到美军，哦，你甲遮讲好听。啊，若遮互讲了，还阁讲无吼，安尼可能目睭吼，喇叭糊着着。啊，过来，迄目镜可能度数袂合，爱换，吼、哦，啊是已经有老化，伊毋知影哈。OK。好，我嘛同款，我嘛是爱挂呢。啊，等下吼，那时间宝贵啦吼，那有要上厕所，家己主动去好啊吼。啊，我继续甲讲看下完未吼 ？OK， 来，咱即马来看这个台湾主题建国的模式的探讨吼。我咱来看古巴建国模式，美国甲西班牙1898年这个时间来宣战，但是差不多3个月，西班牙就建书啊。啊，西班牙嘛，因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放弃古巴，哦，这个类似台湾哦，啊，佮哥伦、菲律宾啦、波多黎各、甲关岛，哦，啊，但是美国伫1902年5月20日，伫美国的协助之下，予古巴独立建国成功，哦。好，啊，你来看古巴佮台湾的境遇的比较，拢是因为和平条约被放弃。但是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地位未定，哇，无同吼。啊，这只是古巴，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啊，台湾是已经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袂当独立，哈、哦，差你家，啊、哦，这里是殖民地，这里是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咱无法度为日本大日本帝国独立出来。啊，菲律宾的建国模式，赶快巴黎合约了。美国为西班牙取得菲律宾，啊，受制于非独之反抗军的游击战，因为菲律宾美军你要占领，因菲律宾嘛有迄个非独，吼、哦，像咱台湾的台独，啊，拢去骚扰美军，攻击美军，啊，美军就派兵去甲追剿，啊，但是因为菲律宾岛数吼较大了，2-3千粒。你打架，伊走迄粒岛，那走来走去，走到美国安那作反的，尾下甲招因的叛军的领袖来协商哦。你搁我关十冬后哦，互恁自治，啊了恁就会当独立建国。哦，所以伫1946年的7月7日，吼、哦，这里、個、吼、哦，在美国协助下，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我、哦、当然，中原来有日军去攻陷马尼拉，吼、哦，啊，迄阵麦克阿瑟。跟菲律宾的总统一同撤退去澳洲，哦、但是1945年，9月7日日本签受降书，哈、哦，啊，当初麦克阿瑟因咧开始反攻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跟迄个尼米兹将军，就是海军的太平洋总司令尼米兹，因两个对这个战略有意见。尼米兹的建议是讲，甲台湾退落来，吼、哦，啊，佮占领对面的这个福建的部所在，甲台湾海峡封锁，包括控制太平洋，予日本的军事物资无法度游啦，吼、哦，一寡物资无法度运登去日本，连做航空的油，也是这个武器的对吧？啊，伫麦克阿瑟，因为伊伫菲律宾。去予日本拍甲撤退吼，这是麦克阿瑟将军伊一世人这边最大的耻辱。啊，最大的耻辱就是讲，伊的迄阵的克拉克空军基地遐飞行器，去予咱台湾军的这个为戈壁地区的机场
用临时战斗机飞去，把伊个飞行机拢炸歹，所以变成讲美军的制空权去予日本退去，哈、啊。所以足怨切台湾啊！啊，我咧想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伊建议讲爱发布以后命令，叫迄个上澳国的三流的国家的蒋介石的部队来甲咱台湾来甲咱糟蹋。我想伊可能用一波甲咱破产的，伊个产业湾啊。啊，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立陶宛伫第二次世界战后，因为拄啊伫这个苏联的西南边，拄啊伫个边界，一声到迄个并吞伊啊。但是因1990年3月10日，因个因嘛有一个独盟吼，因宣布独立，但迄个时阵国际社会拢混乱。但是因比苏联甲军事占领。苏联嘛有替因办选举哈，但是立陶宛的国民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投票率低于30%，变成迄个了无迄个统治的正当性哈，所以各地就无承认苏联的个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哈。啊，伫1991年的9月16日，哦，因立陶宛因家己办迄个公投，独立成功。苏联看办者，就只好甲率先承认哈。啊，所以因立陶宛这个抵制选举的意义，就是咱去年咱嘛是要求讲，咱本土台湾人卖去参加中华民国的体制内的选举，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你甲参加伊的选举，好啊，两边拢调人讲哦，差2-3%尔，我若差300，我甲伊揪。一拍搬过来，咱就赢。拢甲你讲买我买我，鼓舞两边的人都出来投票，所以咱的投票拢伫75%-80%呐，总统这个选举拢真悬。啊，你选拢选输，啊，各界拢认为讲啊，恁这是公平的选举嘛？恁家己选的，恁要选哦，通牌马英九，吼、哦。啊，所以咱是咧延续中华民国的生命，吼、哦。咱去甲参加选举，因为你只要投票你。超过50%，伊就迄个统治的正当性哈。OK， 好啊，你看，咱来问讲啊，国共甲民进党上惊啥物物件？就是上头我拄啊讲的，即、這个流氓的中华民国总统啦，投票率低于50%，好、哦，咱会当向世界来控诉，讲伊这无统治的正当性哈。好啊，咱本土台湾人应该对这所有国级的。选举哈，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所有的，无论县长、市长啊、民意代表哦，迄选举包括总统哈、啊。OK， 好，啊，咱即马来探讨这个琉球的反乱模式。1952年2月2日，琉球民政府成立，啊，因成立内底嘛就行政立法、司法拢有哦，这就是琉球的人民家己组成一个政府，来依照行政立法、司法来管家己。在1948年到1958年这个时间，因琉球的人民所用的这个钱是用美元的军票，爱到1958年以后，才开始用美金。1972年在反乱进程啊，琉球的人要去日本的本土，迄阵的本土就是四大岛：北海道、吼、哦、本州、九州四国家哈。因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啊 ，travel document 哈、啊，在这里，这是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的这个旅行证明书。你要出国，哎，这张才能出；要去日本本土，哎，有这张才能出国。那么咱今嘛向美国要求，就是爱发这个 travel document 这里、个、哈，这个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哦，咱要求本土台湾人。应该会当摕这本来出国，唔当阁摕迄中华民国迄本假吼，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国家来会当发护照吼。好，伊讲1972年6月10日，美国跟日本这个政府签订一个琉球反乱协定，吼，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政府把琉球反乱给日本政府。属南洋岛，啊注意哦，拢无办公道，
咱真侪独派好，作个提供，人琉球拢公投等于日本啊，啊台湾是毋是往那来公投，看是要等于日本，还是变作一个国独立的国家哈、哦？其实，这个未办公投，作侪文章拢讲有啦，还拢错误啊哈，没有那个文件。咱六十几年来，拢伫中华民国党国教育下，介侪台湾人拢用教做讲中国人，讲啊，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哦，去认同中国，哦，这足大个错误，哦，哦，那算因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教育成功了哈、哦。啊，你啊想，那2008年甲2012年，流氓中华民国这个总统咧大选，啊，咱甲当作统独公投，哇，足只个人。变成台湾变成统派之台湾呢？啊，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并吞，因为这拢恁合法公投的啊。恁选一个要终极统一的马英九啊，是不是？恁台湾人家己欢喜甘愿，恁家己伫自由民主的经营下，恁选出来。啊，这若阿强啊派兵过来吼，要统一台湾的是美国佮日本，煞无理由通个出兵呢？恁台湾人介意个啊？哦，这作者来，所以这真来哦哈。啊，这伫国际法顶原是合法，因为恁台湾人家己公投出来，咧全世界拢爱给你尊重。这是哪有阿强来拍？这有可能哈。迄时阵美日很难插手干涉，台湾人将陷入永世浩劫哈。好，啊，如果咱万一啊？不停成功啊！独立建国成功，咱来负什么责任甲义务，啊，佮有甚物风险？好，就是咱台湾人爱家己纳税，纳袂税，吼、哦，佮来买武器，啊，台湾人爱佮服兵役来保护台湾。但是你要考虑讲，袂加入联合国进程，咱来致力防止中国武力并吞，其他国家迄阵啊无法律，无义务出兵干涉哦。哦，伊你阿未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哈，啊，咱即马来用当地文独立建国来做咧 ，OK？ 哦，这个当地文跟台湾同款啦，拄啊边啊拄啊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好、哦，啊，当地文伫1975年十月二八从葡萄牙独立，成立当地文民主共和国，但是阿未赴加入联合国，到港后。马上由印尼甲入侵并占领，为1976年七月变作印尼的一个省，叫做东帝汶省。啊，以后这个20年的中间的统独抗争，造成10万至25万人的死亡。哦，好，到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派兵监督之下举行全民公投，当然绝大多数东帝汶的人拢。同意要为印尼独立建国，伫公投到同年9月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阁台头1400个当地文的人，并摧毁了当地文大部分的国家的基础设施，造成今仔日当地文还阁是全世界上散热落后的国家之一，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国外甲援助。啊，这敢是咱要爱？哦，咱来考虑清楚吼。伫咱阿爸加入联合国，咱来独立防卫哦，哈、哦。好，啊，咱即马来看一线之隔吼，以、哦、新墨西哥州美国的新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做比较，下骹这个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啊，这个红色边啊这个德州，哦，啊，这是小做墨西哥州，一线之隔呢。但是生活差足多，下骹这人一直要逃走吼、哦，要非法入境，要去美国，因为美国较好趁食吼。伫、哦、美国做几工个工资，因墨西哥可能爱做3-4工吼、哦。好，啊，过来比较这个美国甲加拿大边界，这两个国家的水准差不多，所以就无迄个所谓偷渡这个代志。哦，除非你是
一寡犯案的犯人哈、哦，一般的人，美国人也无咧逃走去加拿大，加拿大也无咧逃走来这个美国哈、哦。啊，头拄啊，迄个墨西哥国拢会逃走去美国的墨西哥州，美国墨西哥的州的人无咧逃走去迄个墨西哥国哈、哦，差别是啥？好，啊，即马来看遗骸之隔。阿强呢？共军占领中国，这红色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来做比较，对一边较幸福。哦，当然嘛，起码啦哈。目前虽然迄个中华民国在日本政府占领，但是伫美国的管制下，我们还有一点点的自由空间哈。啊，比因好真济，所以较早为平潭吼，足济中国人拢为平潭哈。到了台湾啊，啊是有诶，伫啥物新竹南寮遐爬起来，啊有诶为南部诶迄个枋寮遐爬起来，偷渡入来哈。好，台湾也伫美国军事政府诶管辖下来自治，第免税嘛哈，咱诶物资进出口免税，啊个免征兵，啊，台湾诶国防甲军费是爱美国爱负责，啊，向家己来甲阮占领。你占了，你也负责这地，搞顾好哈。所剩来经费来建设台湾，做南方的水师，哦，做一个理想家园哈、哦。好，啊，咱今麦过来分贴。这几年，哦，像阿扁啊，伊要用台湾的名义入联，啊，流亡中华民国，伊要用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来分析。咱先用台湾的名来申请联合国，咱来分析一下哈。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单位，你若毋是国家，无法度加入联合国哈。就敢若讲农会，一般讲啊，你得爱农民，唔可以将加入农会哈。基本是安尼啦。啊，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毋是嘛哈？咱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第一，爱有永久的人口；第二个，爱有固定的领土；第三个，爱有政府；第四个，爱有外交权。这四个你若拢有，唔较有符合一个国家的条件。啊，来，咱来分听。啊，咱台湾敢是？哎，歹势。咱台湾敢是一个国家？无，咱台湾进目前这人口。台湾真无正常人口呢，因为咱即马咱拢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呢，哈。哦，你若讲用台湾一个国家来讲啦，咱即马咱要个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只是这个国籍被悬置，咱的身份要个低嘞，哈。啊，你讲固定的领土，啊，这块领土嘛不是咱台湾人的，因为这是不天皇的。啊，即卖即个政府呢？啥物政府？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嘛毋是咱台湾人政府。即卖选出来迄个是流亡总统呢。吼、哦，啊，你讲有啊？咱有20几个外交国家，歹势，迄拢是中华民国去跟人签的。你跟人签迄个建国迄落建交公报，顶管签的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因的外交官吼、哦，外交部所签的，毋是咱。台湾国的外交部去跟人签的，所以嘛，不是咱的外交权。好、哦，啊，所以为这个来认定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哦，所以无法度用国家这个基本单位去加入联合国。所以阿扁啊，在做总统，哦，有派人哦上迄个行政处去，去到联合国秘书处，人连甲你贴都无甲你贴，佮甲你退回。其实台湾的目前国际地位，头拄咱讲的日属美战、哦、台湾目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不是国家啊、哦。啊，咱台湾若要建国，要有五个步骤，咱要照这五个步骤一步一步一步一卡印，逐步完成了，咱才有多啊、哦。来，咱来先看，第一先，美国君主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好、哦，予咱台湾民政府自治，啊，自治一段时间，予咱再来
依照琉球的返还模式登去日本。那么登去日本了，咱来去跟日本的母国参详，叫因的国会订一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院。有这个法院了，咱台湾才有法依照法院来办这个公投，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到底是要做台那个大日本帝国的一个部分。或者要加入他们的邦联，还是要台湾独立建国，啊，这以后公投再来决哈。好，过来，咱来分析用中华民国的名要来重返联合国。OK， 一九七零年的十月二五，联合国的这个2558号的决议文的议案是写啥？啊，咱就要看这个2758号结议文，伊是讲，甲中国的代表，甲中华民国吼，这个蒋介石啦，伫联合国的所占有的这个非法占有的席次，把他驱逐出境，啊，包括驱逐他国际组织下的组织拢袂使有。蒋介石的代表，哈，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附属的国际组织驱逐，哈，伊是用驱逐的，后来讲啊，做个听伊汉奸不良力，要退出联合国，哈，也甲咱骗哈。啊，伫联合国吼，迄个刀啊，名牌啊，本来是就是中华民国嘛 ，ROC 这个名牌，甲伊啊拢要滴咧，只是迄个伊啊换人济。啊，即嘛马上者换毛泽东的代表，好、哦，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派代表去坐这个位，你得啊，名牌拢换，啊，所以中华民国还佫伫联合国呢，啊，所以伊讲要用中华民国要反联，啊，就错误呀，吼、哦，迄个位要伫迄个联合国哈，还佫 ROC 的名要伫呢。国际法的规范甲定，中华民国伫1949年的年底就已经灭亡啊，已经无法度代表中华民国啊，啊，中国啊，无法度代表中国，吼、哦、啊，所以你咱来看，伊敢若剩一个金门甲马祖的残余国家，吼、哦，啊，这啊，我全世界拢无甲承认嘛，所以毋敢剩23个，即马可能剩20个。小国家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用钱去共买来的邦交国，哦，迄种全世界无一个大国家讲跟中华民国即马有邦交啊，拢迄我迄名拢记袂起，啥物诺鲁啦，还是啥物布吉纳法索迄款的，迄种名拢足奇怪，啊，拢后迄一个国家的人口吼，差不多15000个款，啊。伊来，迄个总统来台湾访问，中华民国外交部甲安排去参观永和一个秀兰国小的款，干迄个国小都跟闽的国家的人头平齐啊，迄小朋友都比都跟闽头平齐啊。好，所以讲 ，ROC 都已经死啊，要变哪反联？啊，台湾国还袂出世，还要安怎入联？一个死，啊，一个还袂出世。好，好，啊，咱就来讲。三个精神病患的这个看医师的这个启示，这个故事，有三个精神病患吼，关伫个精神院，哎，每三个月医师拢会甲叫来医务室遮来甲审查看，啊，当治疗有较好啊无吼？啊，若较好啊，就会通互伊出院嘛吼。啊，所以因三个叫来个人坐咧来，医生蹲伫个壁顶员用。起笔画片门，画一个喇叭式，甲伊讲：“啊来，啊你若好个，咱为只出去。”好，两个就装起来，走去抢迄个门把伫遐开。啊，有一个就坐伫边啊，都安冷笑。我医生就讲：“啊，安尼即个较正常。”啊，就甲医生甲问：“欸，啊，你来不为遐出去？”啊，伊就讲：“嗯，啊，迄两个笑个，
啊，锁匙伫我遮，无来搞提锁匙变哪处理？哇，唔知影讲这个佫较严重。好 ，OK 。啊，这三个病患拢无认为家己有病对吧？哎，啊，前两个去冲去开门的，这是较无台湾意识的，人讲伊就装啊，吼、哦，无独立思考能力，吼、哦，这头较属于无当无派啊，凊彩拢好啦，你讲就好啊。我无做，无通个食迄款个吼。如、哦、啊，我若无做，无通个食。第三个是独派人士，伊自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都干那因个这样独立建国，其他个党派拢袂使。哦，这就是日军个甲一个独派思想个人弄安尼。我、哦、民进党都遮大党，我若无法度啊，啊恁遐小党小派。拢无法度，因拢安尼想吼、哦。建国唔是看人济哦，吼、哦，爱看你的法理论著对唔对？哈、哦。啊，这个医生是，然后咱 TCG 这个成员哈，以拥有正确的国际法理冷眼观察医治生病的台湾人，咱即马就是咱拢中了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毒。啊，咱秘书长啦，咱教务长，咱这些成员，咱这些人。就是讲，尽量要把这些毒要甲清出去，吼、哦。OK， 好 ，OK， 好，啊，咱这头拄仔我若讲个吼，咱参加选举的意思啦，吼、哦。好，啊，选前蔡英文是踏着美国对一条红线，美国开也无爱甲支持。哦，蔡英文去到美国，吼、哦，去访问的时候，有甲美国的人讲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我这句话讲了对哈，哦，啊，但报纸就喊起来。但是，伊九月份去2010年九月份去美国访问，等下十月十一伫高雄区的乐冈公园咧演讲的时候，伊讲安怎呢？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哦。这有够吃辣的了，哦，等于把台湾的主权，跟他讲合法让渡给中华民国。本来中华民国对台湾拢无任何主权，啊、哦，你即马为李登辉做总统，伊讲中华民国在台湾，有无？你为即句话甲看，中华民国本来是伫别个。啊，即马在伫台湾，所以我这中华民国在台湾，还看得出伊流亡的迄个轨迹的意思，哈、哦。啊，到阿扁阿扁啦，阿扁因迄个民进党迄阵为着阿扁啊，创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哇，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啊，即马作假啦嘞，哈、哦，啊，来到遮同款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哇，夭壽！哦，作甚真呢？咱昨下听着讲，咱即马变美国讲，咱会当做台湾政府啊？人伊今年就讲啊呢，夭壽！太进步了，所以美国不要甲支持，所以伊就落选哈。哦，国际战争法的铁则，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中华民国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你才会当摕到台湾的主权，无可能嘛哈！啊，你讲政府嘛袂使就地合法，啊，你看蔡英文甲讲的，就是要予伊移转主权，佮兼就地合法，哈、哦，这足要求足正难的哈。啊，是安那？选择美国要帮助马英九，啊，这个有这个原因，拄啊伊朗迄阵咧发展核武。搁放声讲要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个事件啊，拄啊好，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拄啊死去，哦，啊，迄阵正世界咧动荡不安吼，啊，美国即马已经是咧无像较早遐好啊吼，美国干那一定伫全世界发动一场大型战争，一场小型战争，啊，所以伊无希望。台湾吼，迄阵需要台海稳定，因为遮已经两件事件。你扰乱啊！啊，那台海佫无稳定，哦，安尼就危险。所以
美国需要台海两岸稳定，啊，马英九是美国甲阿强啊共同可以接受的人选，美国也可以操控马英九，因为马英九足侪把柄伫美国手里，关键时刻，伊摆掀起，会像迄个菲律宾的马可斯安尼，菲律宾马可斯是美国，迄阵伊马坎总统府迄个马坎南宫，迄个菲律宾遐个反对派人士甲包围。美国用飞行机准甲载去夏威夷，吼、哦，同款啊！啊，你马英九若表现无好，美国嘛就派飞行机来，五分钟就甲你载走啊，吼、哦。OK， 啊，所以，好，啊，再走一下，哦，哦，安尼，好。即摆咱的理想，建构台湾的未来模式，就安尼啦，吼、哦。伫美国军政府下，咱台湾政府主体。啊！利用立陶宛的模式拒绝参与中华民国流亡体制的选举，和迄个投票率低百分之，啊，佮依照琉球反南模式，等于日本，含日本结盟为邦联，也是联邦，好、哦，这是安尼是较安全，拢伫美日安保条约下骹所做的动作，啊，强我拢唔敢随便出下手啦，哈、哦。好，啊，咱即马来检讨，咱本土的台湾人对美国有啥物期待？好，咱即马来看，足侪人拢讲，啊，是安那无爱叫美国拨经费，互咱台湾民政府来发展组织。足侪人拢安尼讲吼，啊，其实美国因对这个因要拨预算吼，咧、哦、管制拢足严的，吼、哦，伊若要拨经费荷兰，咱嘛袂想。袂使大声嚷嚷，所以咱闭嘴就拢安尼闭对无？好，啊，敢遐简单？美国的钱敢遐好荷兰？你若法理论述唔对哦，伊无可能拨经费予你啊，无伊太无爱拨经费予民进党。啊，过来讲，啊，若无爱叫美国军队赶紧来占领、接管台湾，美国有开条件荷兰啊？啊，咱这两个条件，咱也袂做好，哦，啊，足侪人就足急的，吼、哦。美国开予咱的4000名的，哦，训练的人员，吼、哦，啊，加41万分的台湾迄个公民身份证，这咱也做到，卡来个要求。啊，咱是被占领者呢，人伊是占领者，靠新罗咧叫头家讲，啊，头家你太无爱做啥，无爱做啥，哦，这伦理唔对了哈。过来，阿泰无爱叫美国甲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刷去金门马祖，啊，这个跟头拄仔同款。咱家己呐还袂准备好，美国嘛唔敢甲政权交咱吼，啊，甲流亡政府甲叫因刷去金门马祖，还是去因中国，吼、哦。好，啊，咱爱认知讲，以前的迄阵，美国甲日本是敌对国吼、哦，我们现在是被占领者，美国是占领者，吼、哦，啊，咱头拄。讲起来，咱要准备好哈、哦，这两项要求要准备好嘛哈。哦，足够跳的。哎，再乖乖。还是啊，你妈电脑乖乖。A 怎么跑不出来呢？好，好，咱就来讲，2010年的7月7日，咱告美国了吼，啊，美国国务院即马开始，哦，就甲国防部甲咱支持讲，咱会当去美国华盛顿的使馆特区设台湾民政府的主秘的办事处，哈，啊，9月7日，伫华盛顿的首都世纪饭店替咱办这个庆祝酒会。啊，有国务院啦、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拢有派人来参加，吼、哦。OK， 好，我搁跳来遮。好来，啊，2012年的12月7日，台湾民政府选出社会精英代表，差不多41人，组建参议院，吼、哦。哦，这跳多紧的哈。哦啊，
伫2011年1月25日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这个草案，哦，呈送参议院院会及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政府报备，作为合法本土台湾人旅行证件跟台湾公民身份证的法源。咱是有法源的哦，哦，你应该拢有一本嘛，哈，红一本，迄就是咱依照这个法源，哦，依照旧金山合约，美国是台湾主要占领全国，咱向伊报备了，核准，咱依照这个法源，咱卡会当发，咱即马即个台湾公民身份证，啊，这个公民身份证是送去美国制作，卡个长得来哈 ，OK。好啊，有较侪消息吼，啊，这都咱甲上网去看啦吼。好，好，啊，这个去年的10月23日，包括今年的10月23日，伫日本皇居前向日本天皇祝寿，这个圣诞，皇居历史上首次同时出现日本的国旗甲台湾民政府的旗帜，啊，这是去年10月23日。还算今年啊，哈，2011年都有啊。那么今年佫较进步，咱去年就已经伫足头前啊。今年佫比去年佫较头前要20公尺。天龙足近的，离我足近的，哈。啊，即个咱台湾民政府有一个台湾民政府第几车，迄个牌也有人举去。今年咱要去的是。头一届咱这摆啊，这机啊吼，伫安检的头前，都用动来讲，除了日本国旗以外，其他机啊拢袂使入，因为会影响迄个疑惑的对啊，混乱对啊，啊所以要动啊。尾啊，咱跟伊沟通了，哎，讲那天，打电话出来，给遐警卫讲，会使，这机机也会使入。今年就拢偏无甲咱动啊，你要举几支在你举入，吼，在你举，包括。照讲，迄个招牌迄款的，迄拢袂使，旗帜拢，迄个老写字的旗帜拢袂使。结果，咱家己爱记入去，啊，即马只阿爸母出来了哈。好，啊，咱即马来看政府的微信啦，哈，以警察为例，较早日本时代，吼，阮爸拢讲，日本警察足有威严的，足有权威，拢讲警察大人，或者一种弄。一级棒的，啊！到中华民国国民党来了，六日就变警察，过来变警察啦，较细只，过来变地保啊，哦，啊，过来咧，讲插头，啊，过来咧，讲合法派遣的流氓，安尼安尼，啊，你看。你若政府单位方看无起哈，执法单位方看无起哈，哎，根本这个政府拢无威信啦哈。所以咱若民政府执政，哦，咱就爱恢复在公告人员的威信哈。都因为伊阿要借阿要掠，当然拢看轻嘛哈。啊，你看人日本的警察，我去日本，我感觉因足亲切，啊，当家的日本警察拢徛较哪只呢？啊，这个有上过，我看过啦吼。啊，这新台湾这个，所有外来拢叫做番，啊，番石榴、番茄、番阿根、番薯、番麦、番阿花，啊，这外来拢番。啊，我奇怪呢，啊，我原住民呢，我来用叫番，我在地呢，我唔是外来的。应该1949年遐荷兰的遐武装难民，遐唔该是番，哦，对不对？啊，搁咱家己不是拢讲唔对，番薯都外来啊，咱拢自称咱是番薯啊，啊，开始讲番薯啊，搁牵迄个尾音，你莫讲番薯较大条，番薯啊较细条嘛，因为车较大只，车啊就较细只，对唔对？好、哦，啊，你看这当初讲要来甲咱管的只，用冰单单，啊，搁穿草鞋。哎，看咱迄阵日本兵伫个码头咧，甲因这因要缴械嘛，军容壮盛，安尼配个金闪闪，所以因要落来唔敢落来呢，是美军伫后边甲突来，迄军舰是美军的军舰嘛，啊，再到也阁唔落去，吼、
好，台湾麦克阿瑟讲的，台湾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台湾人应该爱金美日共同防卫台湾。哎、欸，今嘛曼谷拢会当联共制台呢，吼、哦！啊，咱台湾人都戆戆，过去曼谷甲咱栽龙，叫咱爱反日，哦，伊就台湾做一个美牛事件，哦，讲美国拢要创毒牛包给咱食，哦，用迄个给咱反日。哦，啊，你去看，用马奎奥，他们男朋友拍迄、那个他迄个司机，咱台湾人司机，安尼连续报几礼拜，透早报到暗，就是要给咱仇日，哦，要给咱远离日本、甲美国。咱无中这个计哈，哦，咱台湾伫遮，啊，咱边啊这罗马国家，哈、哦，啊，咱这个日本离咱无远，啊，美国的伊的势力拢来到遮，遮个第一岛链的防卫线拢美国整个太平洋拢伊咧管，啊，咱煞无要参这个合作，哦，所以咱来联合美日来保卫台湾哈、哦，啊，我定咧想讲，康主盟就好，好，咱太。即块台湾，那也无爱来走来伫遮吼，哦，迄毋知偌好咧。你阿公爱飞弹吼，即马头1500公里尔，拢到遮就落落啊。要拍来到遮足，爱去发展足久个。啊，迄飞弹要射来到遮，迄一粒拢爱足大粒，拢爱足贵个，伊爱开足侪钱。吼、哦，啊，若无说是拍着过头，到拍着美国，美国拼命，美国就甲喊嘛吼、哦。我是。讲者哦，大家卖度孤哦。啊，人讲好，今麦阿强啊，偌有钱啊，科技偌进步，军武强大嘛，咱来看卖。欸，人40几年前，美国就已经登陆月球啊呢，吼、哦，阿姆斯壮就去哩啊，你拍唔对啊吼，哎、哦欸，不小心撞上去的。哎、欸，哦，啊，人1982年到的，美国就有一个。成立太空司令部呢，好、哦，来负责人造卫星、洲际飞弹，好、哦，诶，保护哈、哦，来保护美国，好、哦，这一年太空司令部诶咧对挥了哈，部挥。啊啊，强啊，去年较多咧学习太空舱诶对接，啊，甲啥物太空漫步，啊，人已经40几年前就登陆月球啊，伊啊搁咧，安尼就干那只就差40几年啊。哦，啊！你即马看讲，因个航空母舰无迄个拦截锁，因为吼，阿强啊，甲苏联买苏-27，买讲要共买300架，结果买100架，伊就讲唔无后壁爱无爱买啊，伊就共模仿，家己做迄个歼十，有无？就模仿出来。啊，所以即马，伊要阁甲美迄个苏联买即个拦截锁，但苏联无爱买伊，我你甲我买，你拢甲我仿制，无爱买你。啊，所以那无拦截锁，看伊个飞行机看要安怎落来。啊，这瓦良格号，这因伊只航空母舰以前是苏联甲合资，也瓦良格号伊去甲买断啊。啊，家己做个原因，你看拢摇烟，夭寿啊！这都不免雷达，干那看遐乌烟飞弹，为啥是来就对啊？哦，迄指标。啊，这我甲合资讲呐，我两公号啊。瓦良格号，台语翻译叫做瓦良公号。哎、欸，你那瓦良公号，我应该执行的。好、哦，啊，这若要实战哦，起码要过2年至5年。啊，所以你顾注意看，因成军，电管也无无人机，好、哦，没有战斗机了哈。啊，有足侪台湾人拢讲。啊！台湾这这侪年来民主选举后，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听起来敢那合理吼，但是不合法，国际法不来，国际法没有这个法源，好、哦，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台湾的战争在还没有还清，主权上抵押在美国手上，琉球。是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协商，日本政府讲啊，无我爱去赔你偌济钱，你卡要甲琉球还我啊？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 ，OK？ 好，啊，台湾甲进这个战争债也未还，日本政府也未跟美国协商，所以咱主权那个抵押在美国手上。啊，你敢那算计安尼算算的，就变主权独立的国家，
啊，你把美国、日本、天皇都放在哪里？啊，啊，美国有讲啊，台独代表战争。哎、欸，这个抵押品在我手里，啊，你要给我提对啊？你台独你是家己讲要自立门户啊，无要管美国啊，无要管美国的这个战争债吗？好、哦，对吧？所以台独代表战争是美国要打台湾的独派，就像较早菲律宾的独派啊，美国嘛伊个打，好、哦、，OK。好，这大日本帝国迄阵时，哪只红的东西，包括金南群岛啊、哦、南沙群岛这东西，啊，即嘛新的日本国吼、哦，是敢那剩这四大岛，北个岛，吼、哦、啊，本州。九州四国，这个台湾真希望美军占领哈，所以新日本国的这个政府跟大日本帝国无同啊哈，点大家知影哈。好，我差不多哈。好，啊，即摆咱来讲发这个新闻上的意涵，咱有依据这个国际法、战争法这些有诶无哈，包括咱的公民权利法案。依据这，咱才会当发这张。啊，发这张的意思就是，你看这有分 class， 那 TW 就是本土的台湾人，都要摕到 TW 这个身份人，才会当以后做公告人员。哈，啊，你若摕 CE 哈，流亡中国人迄个居民证哈，伊就袂使参加选举。啊，都要 TW 的人才会当参选。哈，啊个，迄个都参加选举，不论是投票、被投票哈。啊，这就是咱的公民权利法案。哦，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哦，我爱台湾，我摕台湾政府的公民身份证。哦，你得要有这份，才会当代表讲咱是台湾人。哦，好，啊，时间的关系，我今仔讲到这，感谢各位，多谢，谢谢。谢克力，行嘞。休困十分钟。